兄姐妹，感谢神，我们又来到 Arise 崇拜啦，很感恩，到我们可以聚集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要想邀请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敞开我们的心，来跟神唱诗歌给我们的神听。我们一起来开声，神就在我们当中。是的，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真的是好神，我们的神是值得，是配得我们来敬拜他。Amen。我们要来对主说，主啊，我们属于你，主啊，你就是我们永远的福分，主啊，我们要日夜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瞻仰你的荣美。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只想日夜在你眼前。
主啊，让我们的心更专一的来跟随你，追求你，渴慕你。主啊，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主啊，我们要在很多时候在网上崇拜，甚至在网上敬拜。主啊，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力量赐给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任何一个的环境里面，仍然是全心全意的爱你，全心全意的来渴慕你。主啊，这时刻求你赐下你的能力，赐下你的能力，更多的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可以更大的刚强起来，胜过我们很多的老我，很多的自己的自以为中心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的 agenda 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主啊，求你更多的赐我们力量，赐我们力量，单单的注视在你的身上，定睛在神你的身上，因为神你才是我们一切的源头。Amen. 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永远的福分，你是我们在黑暗当中的一束光。如果没有你，我们将会是怎样的人呢？我们将会是怎样的过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呢？我们可能就是忙于拼命，我们追求很多物质上的事情，我们看自己很大，心中的渴慕永远满足不到。这个就是当我们注视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主，现在我们不要，我们单单的要注视在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满足，你就是那永远的福分，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你就是我们的源头。主，我们要更多的来渴慕你，更全心全意的来爱你，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叩，聆听在你的荣誉，让我们一起的来进入更深的、更深的主你以神面前。我还能有谁？更多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就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我们的心里面
稣，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心中所爱的，我们就是单单要来渴慕你，因为我们知道除了你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到我们心中，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需要你，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让你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你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你才能满足于我们心中的孤单。圣灵，我们邀请你来，我们邀请你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看到耶稣走在我们的当中，他走在我们的当中，他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说，孩子，我知道你的心中的渴慕，我也很渴慕你来到我的里面跟我同在，我知道你很想在我的里面一直的得到这个能力。当我看到耶稣在我们当中走着走着在服侍我们的时候，耶稣说，孩子，不要背负着你的重担，不要自我定罪，也不要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环境中纠缠。我看到耶稣把他自己的袍子披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他说，孩子，凡渴慕的来到我的面前，我把我的袍子披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我要把你的这一个重担全部脱去，我要让你披上我这个公义的袍子，因为在我的圣洁里面，在我的公义里面，你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的面前。在这时候，我看到耶稣把他的袍子披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披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耶稣说，孩子，是因着我的圣洁，是因着我的公义，是因着我的救赎，你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弟兄姐妹，在这时候，耶稣把他的白色的袍子披在你的身上，他说，孩子，来，进来，进到我的至圣所，不要站在门外，进来，孩子，你进来。弟兄姐妹，在这时候，我邀请你，当耶稣在这时候把袍子披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来，你来，你进到神的至圣所，坦然无惧地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圣洁。你来，你来，神说，来，孩子，你来，来到我的面前，我渴慕亲近你，我也很爱你。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从你的座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阿爸父的面前，来到阿爸父的面前。就现在，就现在。神的外袍也是代表着神的能力，神的恩膏，还有神的遮盖。那我们一起来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耶稣要将他的外袍披在我们的身上，他要赐下我们的力量，他要赐下他的恩膏，他要赐下他的保护眷顾，还有他要大大的来遮盖我们，让我们一同的进入。让我们凭信心的来领受，哈利路亚。
主我愿进入，主我愿领受，领受你的这个，主我愿领受。我看到耶稣就来到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主我愿领受，他用手来摸着我们的头，你的这个，他说孩子不要害怕，我要把这个的外袍披在你的身上，来领受，主我愿领受，来领受你的遮盖，主我愿领受，主我愿领受，主我要领受。主你的同在，
很漂亮的颜色在这个外袍上，我听到神说，这就是我的荣耀，这就是我的荣耀。孩子，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到哪里，你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我的荣耀就要在你的身上彰显，在你去的每一个的地方，你会看到神与你同在，你会感受到神就在当中来帮助你。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原来神看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是荣耀的。所以无论我们去到哪里，神说 I'm proud of you， 我以你为荣，我以你为荣。不要看小你自己是谁，不要觉得你做的是没有什么特别， You do nothing， 但是神说 You are something， 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荣耀，你是我重价宝血赎回来的，你是我永远为荣的孩子。感谢你耶稣，感谢你再次的扶持我们，再次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你的荣耀。主，原来我们在每一次高举你的名字的时候，神你在提醒我们，神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身上，你的同在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刚强壮胆，更有勇敢的，更有勇气，更有信心的来面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神你必帮助我们，神你必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你就是我们的荣耀。感谢你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异象，我听到神说，孩子，不要
害怕，不要担心，不要忧愁，因为我所撒的种子它必开花结果。因为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神的手拿着种子就撒在一片的土地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种子就开始发芽成长，再过不久它成了一棵小树，然后它就开始有了花蕾，甚至它开始开花。开花不久它开始结果，我看到整棵树都满有果子，都非常的茂盛。我仿佛听到神说，孩子，你所祷告的，你所盼望的，将会有果子，将会有果子成收成，继续的持守下去。可能是你为着你的家人的救恩来祷告，你看到你的家人还没有认识耶稣，他们要领受救恩的，神说就快到了，这个的灵魂的果子要收割了，我们要持守下去。还有我也感动神说，还有我们在工作上的 project 很多事好像还没有成交的，或者是还没有完成的，神说就快了，就快了，他快要完成了，并且你会看到你的公司，你的工作会有一个很丰盛的祝福会临到你们。因为神说当树开花的时候就快发生的，就是会结果的。所以只要我们继续的持守下去，继续的跟随神，继续的紧紧抓住神，这个的果子必要成就，必要成就。还有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祷告都必蒙垂听，都必要成就。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所盼望的，很多的还没有结出果子来的，主啊，很久很久都还没有看见的，主，你现在圣灵的恩膏膏抹所有还没有结果的事情，还有很多家人还没有领受救恩的，还有很多的职场上面还是 hanging 的，还没有完成的，还没有拿到收成的，现在要完全的成就，现在就要成就。主啊，我们相信你，相信你必因着你所说的话一一的成就。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下个星期我们要鼓励你，你可以在 Arise Worship 的 Live Chat 里面跟我们分享你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你看到这个的果子收成了，我们很盼望你能够写上来，让我们知道神是真的，神所说的话他必要成就。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期待哦，我们期待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果子要收成了，我们必欢呼喜乐的收成收割。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今天我也要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就是在罗马书的7:22-25，这里说到，因为按照我们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的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是顺服罪的律了。我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常常的生命都会起起伏伏的？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很渴慕神，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对神开始冷淡，甚至失望和往后退。而且就算是我服侍神的，我也会遇到好像哇很高峰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也因为很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进入一个好像很低潮的一个的光景里面。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我们忽略了我们还有一个人在我们里面，那个就是 inner man， 就是里面的人。所以在22节这里说，我里面的意思其实是原文是说人。所以我们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属灵的人，我们也称他为灵人。而这个灵人呢，他是原本呢，他是喜欢神的律的，他是很喜欢神的原则啊，他很喜欢神的属性啊，他很渴慕神啊，他很爱神。但是在23节到24节，保罗说，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原来还会跟我们肉体的这个的人不断的在交战。当我们在交战的时候，当然就会看到谁强就谁得胜哦，谁就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来做他要做的选择。所以因为灵里的人是爱神的，而肉体的人其实就是爱自己的，爱这世界上的事情，私欲，很多情欲，很多自己为中心的事情，惰性啊，甚至罪性啊，就会在我们里面也跟着我们。所以当这两个律其实在交锋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看谁胜谁败。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对我来说，就是每天起床的时候都要一场征战，一番的征战。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的肉体的力就会说，哦，我很累啊，我很想再睡多5分钟，再睡多10分钟。但是我灵里的人呢，就说，哎，是时候起来了，要去晨祷哦，要渴慕神了。所以当这两个律一直不断的交战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都灵里的人得胜呢？不是，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呢，都是我这个肉体的律了，反而是得胜。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肉体的律强过我灵里的律，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因着这样呢，就会随着自己心里面所想的去做去行。所以当我们认识原来我们里面有一个人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他是爱神的，他是喜欢神的律的，是好的，我们要去刚强他起来，我们要喂养他起来，让他能够强壮的时候呢，在很多交战的时候，他就可以为我们得胜了，他就可以胜过我们的私欲，他就可以胜过我们的惰性、懒惰，甚至是罪性。我们非常的需要他，我们非常的需要他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接下去的那一节就说，我们要靠这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我们真的要靠这主耶稣，我们相信神就在我们的当中，还有我们要不断的来喂养造就
建造我们的灵里的这个人呢，更大的起来，更强壮的起来。所以在我们很多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很多不同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呢胜过我们的老我，或者是我们的肉体的律，来选择神的律。所以我们要怎样喂养他成长呢？就要给他吃东西咯，就好像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喂养他，他才会成长。这样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不断地来依靠主，跟神连接，然后领受神的养分，透过神的话成为他的灵粮来喂养他，还有神的灵补助品，将来帮助他强壮健康。所以呢，他在一个交战的时候，征战的时候，他就很有能力了，他就能够胜过我们很多很多在我们内心很久很久的一些的肉体的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认识我们里面有一个的灵人。第二呢，我们要知道原来这个灵人每一次都要跟我们的肉体在交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帮助我们的灵人刚强起来，喂养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强壮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每一天都能够紧紧地跟随神，都能够看到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渴慕他，领受他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的灵人起来。哈利路亚，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要怎样来帮助我们的灵人来渴慕神呢？那就是我们要致死我们肉体。怎样致死他呢？那就是要我们要敞开我们的灵人，让圣灵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这个灵人，让圣灵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这个灵人，我们才能去致死我们肉体的私欲。所以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一起站起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声，我们跟神跟圣灵说，圣灵求你来充满我们，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得胜再得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开声，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方言，我们求圣灵这时候来，圣灵这时候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大大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我们可以，我们的灵人可以刚强起来，我们的灵人可以刚强起来，我们一起开声祷告，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就是尊下来，
然后呢，我们要仿佛感觉到你的灵人很小，当你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呢重新得力，因为神说当我们在等候他的时候，我们必重新得力，然后我们必展翅上腾。所以在这时候，当我们一直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用在方言里面祷告，然后慢慢的站立起来，可以张开你的手，然后继续的像老鹰这样的飞起来，你可以飞多高站多高你就飞多远。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先知行动，在这时候我们用方言祷告，觉得神啊，在这时候我感觉到我们的灵人在这时候从很小祷告，哦，沙卡拉巴拉亚拉巴拉巴拉巴拉，慢慢飞起来，慢慢飞起来，把你的手伸起来，伸起来，慢慢的飞起来，你可以爬上椅子，你可以飞得更高，跟神一起翱翔，跟神一起翱翔，自由的翱翔，因为神要让你重新得力，主要让你重新得力，圣灵现在就来搅拌你，让你重新得力，让你如鹰展翅上腾，你奔跑你都听见，你行走的不疲乏，哦，圣灵的能力。圣灵还有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主啊，我们要藏在你的里面，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等候你的时候，我们必重新得力，主啊，我们能胜过这一个罪的力，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力的时候，主啊，在你里面我们就能够刚强，我们就能够傲强，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主啊，在这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能够产自上的领受你的圣灵的恩膏还有能力，主啊，他们奔跑必不疲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